哔哔哔，八八八。右边卖那个睡觉的地，睡觉的东西有没有？哦，这边。啊。就睡觉的啊。啊，那个就是料的。墓碑啊。以后要用。他越南最喜欢是那个黄金，不是钻石。啊，黄金比较值钱。对，对，越南好像比较喜欢黄金，还是说这种传统，而且他们从台湾变成。有没有36行？有没有看到？谁卡？